杀魔！哎呀，谁敢动手，我立刻杀了他！你们到底是何人？有什么目的？放了我阿嬷！放了他，我们还有活路。别管我，快动手！你忘了你义父的血海深仇了吗？我死不打紧，不要错过这次机会，大家动手！义父，我已经见过一面，从小把我带大的是阿嬷您呐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与你们之间有什么血海深仇？我就是为了杀你而来，为了杀你，我不惜一死。只怪我顾忌所谓的侍卫，给了你喘息的机会，否则你还能活着说话？可我确实活着，而问话的人是我。我问你，金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们是从京城得到的消息，知道我们会来这里，一路上有侍卫难以下手，所以抢先来到了金府，准备埋伏在这里守株待兔，只可惜被我们看出了破绽。再聪明的尸体也只是尸体。不，我们不会成为尸体，因为阿嬷对你来说太重要了。阿义，动手！都说中了，不过我还是有很多困惑。你们休想得到任何答案。如果让你说出谁才是京城的主使者，你当然不会。不过我好奇的是，你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妇人，为何还要冒险前来？你们来自于晋城，与昔日的城王刘成富有何关系？你还记得刘成富？你们是刘成富的人。阿义，动手！别管我死活，为你义父报仇！不，您是将我自幼养大的阿嬷，相比名义上的妻人，我更在乎的是您。阿义，我们做个交易吧。金夫人，我是薛荣，奉家父之命前来探望夫人。你是阿威的儿子？是。想当年我救下你家父，他登基之后每年九月初二都会来给我祝寿。官人，可以换人，你们先退出去，我们就放人。退出去。官母，你没事吧？这些小兔崽子，你还犹豫什么？你还有血海深仇呢，上啊！他们一定是从这儿跑的，追！